是要对那支片产生兴趣，然后去做第一第一第一。所以他们在玩弄观众的记忆。错，他们在帮电影打广告。你看吧，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广告，为什么还可以赚钱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个广告。还好啊，是他们有版权啊，其实盗版才比较可恶。所以我说啊，智慧财产权根本一点屁用都没有。那谁来保护我们的脑袋？本来有些有才华的人呢、啊，因为盗版都死光了。像现在还不是有很多，就是明明就没有才华的人，然后装得很有才华的样子，然后就拍烂片，拍烂片。然后呢，盗版就是 copy copy copy， 那还不是一样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高潮型杀小妹妹知道早泄了？哎，这也是做人身攻击。Yeah.